整的什么牌子啊？我的问题告诉你办法。啊。你别的牌子我都不管。啊。你第最后一个牌子就不行，告诉你。不是。你再给我打出来，你试试。不是。哎。我他妈去打了那个牌子，是谁给你发的呀？你别管，我告诉你妈，你别管，再给我打个牌子，你试试。操你个妈的！哎，你不喝酒，你骂人，你喝多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没喝酒，我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女儿到底，你这鸡巴跟我整没鸡巴用的。哎。你喝多了，喝多了不理你。你我喝什么多了？我喝多了。嗯，好你，我喝多也这样，没事啊。你别鸡巴给我整没用了，你喝鸡巴的，咱俩试试。哎，行啊，哪天喝没问题，我陪你喝。别鸡巴给我整没用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嗯、你要再跟我商量点，给我注意一点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。嗯。你没。给你个逼脸，你不要脸，操你妈的！嗯你再喝点没事儿，没关系。不是，嗯，我今天晚上我一宿无睡，我告诉你，什么鸡巴玩意儿，我操，给你一巴脸不要脸。嗯，谁给谁脸？我告诉你王永华，我跟你啊，什么谁给谁脸？我给你这王永华，你就试试，我跟你讲，嗯、给你他妈出路你不干，什么鸡巴玩意儿？我说你他妈是不是人你？谁是给谁出路了？给谁出路了？你不来我他妈谈的挺好的，你来了我谈成这样了，怎么了？给你给不是不给你面子，给谁面子啊？我操，我告诉你王华，你少鸡巴跟我来这套，我问你、嗯、你要敢鸡巴伤害一点给我做出来，你试试、哎、你试试看有没有弄你。哎嘿，你放心，我活这么大了，我也犯不上跟你干这个，我干我也不怕谁，知道吗？哈，是你不怕，你就对不对？哎哎哎哎，你别急，不过怎么？你看有没有跟你聊？哎，这没事儿，你看有没有跟你聊？啊，行，你喝酒，我不跟你聊了。你这喝完了没事。我鸡巴喝什么啤酒？我跟你讲，嗯、我想喝酒。我跟你讲，三瓶，我跟你讲，我告诉你喝多少量。嗯嗯。别急，不过怎么没用的。我跟你讲，我鸡巴挺生气的。我没量，我敢喝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没量，我敢喝，你知道吗？少鸡巴跟我来一套。按理说，我跟你讲。按理说，我要早来的话，这你们四个，我全给你们干。哎，办了！我操，什么鸡巴玩意儿！我操你个妈的！你们俩操的！我告诉你，骂你咋的？哎，你们骂我，我听着没事啊，有什么呀？什么鸡巴玩意儿！你们给脸不要脸！嗯，谁他妈给脸不要脸？我他妈谈的好好的，最后你弄这个，你们讲什么呀？讲的是道理吗？讲的是情义吗？我操！不是你们的事儿，是什么的？是他们的事儿，你自己往身上揽，你赖我呀？我就鸡巴管闲事儿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看不清楚什么鸡巴，你们他妈逼的，嗯，说就你们几个人，你把鞋柜就给欺负住了，我操你个妈的，什么鸡巴玩意儿？那是你想谁欺负谁，谁先给谁先挑起的事儿啊？谁先挑起？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这鸡巴给脸不要脸？嗯。我得活这么大岁数了，给脸不要脸的事儿我干多了。你说讲就讲朋友，你说讲战讲战，你说讲哥们儿讲哥，你说讲牛逼啊就来，我都不怕。就是你记住了，我活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着比你大几岁？你喝点没关系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知道没听见。我